桃园一间佛国生命礼仪公司今天在桃园殡仪馆承接两场告别式，分别在上午和下午举行。因为两位往生者都使用同款棺木，外观颜色都一样，葬仪社人员搞错遗体，家属在入殓时居然没有发现，遗体直接推去火化。下午另一位往生者的家属要办入殓，才发现棺木里不是自己的亲属，真的糗大了。现在葬仪社业者正在跟两方家属协调，弥补过失。突发中心桃园报道。